記者游国坤，BC 银行信贷部主管，死因系头部被硬物多次重击。验尸报告验出佢体内有冰毒。佢同马思婷住嗰间酒店房登记人叫阮华成。而马思婷离开咗酒店之后，就删咗电话，一直都揾唔到佢。上次就法官，今次就系信贷部主管。马思婷同佢哋嘅关系似乎都系金钱交易。 落定咁马思婷都系幸福学会嘅会员，而游国坤都系，大家睇下，白色裙嗰个系咪马思婷？嗯，两个死者同马思婷嘅最大共通点又系幸福学会。三个都系学会嘅成员，即系佢哋全部都系许素贤嘅病人啦。情绪病、康复者组织、操控卖淫，成个架构根本就系令牙痕仔嘅翻版。许素贤就系当日嘅康盛天。 好有可能幸福学会系操纵住马思婷，逼佢卖淫。究竟用咩操纵佢？金钱、毒品，抑或其他嘢？大家分工，登记酒店房嗰个阮华石起咗佢底先 ，check 做乜冲出去啊？咁慢跟顾住自己安全先得噶。原来你一直跟住我噶。我谂住你冇咁大只啊，跟住佢冇望眼噶嘛，点知你马骝好照冲。咁你跟住我系惊我会跟甩，定系惊我有事啊？有唔同咩？梗系有啦，你使唔使知分别啊？唔好讲呢啲嘢住啊，黄咗啦，走啦，翻去再睇下点处理。 呢间系我祖屋嚟噶，以前我同嫲嫲咧就住喺呢一度。咁佢走咗之后，我就搬翻出市区住，呢度就一直丢空咗。不如我哋执一执呢度，今晚喺度分。好啊。 八婆终于开电话啦咩？我揾到八婆喺边啊！而家带人去搞掂佢。Hello， 吓死我啦！咁早起身嘅？你咯，你嗰啲鼻鼾声鬼死咁嘈，嘈醒完我之后我都瞓唔翻，咪出嚟行下咯。你知唔知头先我起身见你唔到，吓死我！ 仲以为你唔知佢喐边度？你睇呢度几咁清静。如果可以同你喺度，咩都唔使谂，无忧无虑喺度住一世，你话几好？咩事啊？咩事？ 你咪毒引气啊！冇事啊，冇事啊！喂，高 Sir，你喺边啊？我要揾你帮手啊！咩事啊，高？高 Sir，揾到马思婷嘅下落，我 send 个位置俾你。收到。小心。
唔知啊，而家送你医院啊，好事冇事，好吧好吧，顶住顶住。喂喂，外伤嘅，好嘢啊！一条友搞掂几件，有本事啊！长钦公路大树村，快啲派架白车嚟！冰婷，冰婷，你仲系咁傻啊？冰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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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起身啦！我仲未带你去见彩虹噶，起身啦，冰婷，讲真啫，唔玩啊！真系一啲都唔好玩啊 ！Please， 起身啊！起身！我明明送紧佢去医院，你解会咁？点解？点解啊 ？Ocean， Madam Q， 许素贤 office 咩都抄唔到。唔單止電腦，所有相同文件全部都清走曬。大姐嗰邊都係冇料到。我哋而家幾肯定，許素妍同韓玲翠同一個人，咁即係話幸福學會就係令亞行社嘅延續。咁即係同康盛天有關啦。咩啊？咩啊？剛才點講？佢話幸福學會同樂法官尤國坤嘅死有關，而殺死馬思婷嗰班人係僱傭兵，所以呢件事唔係普通萬人集團咁簡單。他亦都落咗 order， 叫 CTRU 加入我哋追捕行动。我哋一有料就交过去俾佢哋拉人。我可以好肯定，许素妍要嘅唔系浴金，系黑材料。冇错，佢哋拍嘅片绝对能够用嚟勒索嗰班达官贵人。至于最后要钱定要啲乜嘢，就要捉佢哋翻嚟问我先知。所以你哋尽快要刮佢同大啲出嚟，有消息即刻通知我。Yes， 教授。警方调查完毕，所有会员听话，冇上身。我已经事先安排，班人唔敢同警察爆料。我哋几时可以离开香港？我有分数，想快嘅就将你手头上啲黑嘅片全部 send 俾我。